都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在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中，小帅哥吴亦凡和素颜女神王丽坤这对欢喜冤家就意外走到了一起。在美丽的布拉格，两人展开了一场既甜蜜又浪漫的邂逅。不过据前去探班的记者观察，镜头外的他俩却是截然不同的状态。布拉格的夜色十分迷人，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中男女主角的邂逅就是从这条小巷开始的。然而两人的初次见面一点也不浪漫，因为咱们的女主角王丽坤早已醉得不省人事。虽说第一次的相遇颇为尴尬，不过缘分来了谁也挡不住。咱们的小帅哥吴亦凡可是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单纯的女孩，随即一边展开猛烈又霸道的追求。结婚了吗？没有。有男朋友吗？没。跟我回家。爱情有时候来的就是这么快，坠入情网的两人一起弹琴，一起逛街，一起看星星，甭提多甜蜜了。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有趣的是，戏里的小鲜肉吴亦凡还有个可爱的小女儿，当王丽坤他们三个人凑到一块，这画面是不是很温馨很有爱呢？这是什么？要说吴亦凡同学俘获女神芳心那是妥妥的，不过人家哄女朋友的招数更是简单粗暴又有效，只要穷追不舍，保证屡试不爽。凡和王丽坤在戏里你侬我侬，好不浪漫。到了戏外，两人则由甜蜜恋人变身成了恶搞组合，夸张搞怪，雷倒一片。话说这天，他俩人就不知搭错了哪根筋，跳起了自创的小苹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疯狂的小呀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而到了无聊的时候，王丽坤最大的爱好就是模仿和调侃一下吴亦凡。我在学他，是坐姿都是这样的，一个手要插口袋，然后特别这样。是不是你？来个原版。等我改天心情好的时候给你来个原版的。低头，眼睛往上看，瞪眼睛。特别无聊的一个，特别那个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看到这里，想必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也很好奇，吴亦凡和王丽坤此番究竟演绎了一段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精彩幕后爆不完，更多片场花絮，且听我们下回分解。